Hello， 大家，我是一涵，我来陪大家过520啦。OK， 那我们来开箱吧，啾啾 ，YSL 的520的礼盒，哇，它里面也真的好少女，我天，这不就是女孩子想要的吗？那这个是迷你的补妆气垫，然后这是它的一个口红，这个香水包装非常好看。嗯，好甜啊，迎面走来就很精致的感觉，很有女人味的一款香水。哇，其实这里还有一个唇膏的礼盒，里面有四支这样的口红，感觉是很滋润的质地，很适合夏天。我们来抽一位宝宝分享。哇，这个颜色更深了，我们可以叠涂在中间，我们再抽一位宝宝送吧。520快乐哟，谢谢圣罗兰。这个就是宝格丽的香水，哇，有种很好喝的感觉，就非常好闻。它这个很像玫瑰花园里面迎面走来的那种少女，非常清新的一个味道，好闻，喜欢，谢谢宝格丽。这是朱莉蔻的，这次送的是草本系列的脸部焕新的护理油，嗯，他们家的味道非常好闻，很治愈。这是一个眼霜，它是这种很清爽的那种眼霜，感觉很适合夏天。哇，这个味道好好闻啊，我天，真希望这个香味是可以传递的。然后就是这个非常好用的玫瑰的按摩油，我几乎每天晚上都用它去按摩一下我的小腿，因为它是这种大瓶装的嘛，然后我们放在家里就可以 DIY 身体的一些 SPA 护理。谢谢朱莉蔻 Ipsa， 看我今天这个好搭，我真的剧组人手一个这个，一般化妆的小白啊新手都会入这个，很好用，很润，不会卡。它的粉底我还没有用过，我可以去尝试一下。这个卸妆油说是湿手就可以卸妆，感觉很好用的样子。谢谢 Ipsa， 这是娇兰的花草水与奇迹的一个礼盒，很好看的粉红色的香水。是那种花园中的香味，很清新，显得你气质很好的花香感。它是一个淡香和一个浓香，可以搭配不同的场合去使用。谢谢娇兰，这个是文献的香水，这里有一个蜡烛，还有这个香水，因为上次他们家也送了我，然后这一套呢，我想抽一位送出来，希望你们可以收到520的礼物哦。那这是毛戈平中国国家队的联名，哇，好酷的样子。那我们来打开一个这个无色眼影盘吧，哇，这几个颜色非常的好看，都是时下很流行的那种大地色，很消肿的那种。这个我们来挑选一位粉丝送给你们的520礼物，然后他们家非常好看的腮红，这渐变腮红我之前有用过，这个颜色就做得非常好看。 OK， 谢谢毛戈平送给我的礼物，这是 CL 权杖口红。我们先来看这个黑色的，哇，感觉这个颜色特别的高级，非常有气场的口红，我也很适合我的妈妈。这个呢就是焦糖南瓜色系，我觉得这个比较适合我，这个我也就自留啦，谢谢 CL。 然后这个是欧舒丹沐浴露的套装，马鞭草的沐浴啫喱，这里还有一个薰衣草的。像这个沐浴啫喱呢，我们都可以打圈按摩在自己身上，或者把它滴在浴缸中，这个一个清洁。这个是配套的身体乳，我们来抽一位一直在关注我的小可爱来送出这个护肤乳，谢谢欧舒丹。这是 Living Proof， 它是一个洗发水和护发素，它这个洗发水的颜色特别好看，完全可以用起来看，每天会被砰砰砰。然后这个是潘尼兰的卸妆膏，不同的颜色呢，它就会适合不同的肤质，粉色的话所有的肤质都可以用，蓝色是没有已经用的，那正好我就用了这两个。好，谢谢巴尼兰。下一个是这个资生堂的礼盒，早上的话我们就用水乳，然后晚上的话可以用水霜，早抗晚补一下。这个眼霜的话，爱笑的女生一定要多抹眼霜，谢谢资生堂送给我的礼物。这个是曼妮托的花园套装，我自己上次不是有一套了吗，为了在家里活动方便，我这次买的是一条裤子的，非常非常的舒服，它是眼罩，你看这个紫色的是不是很好看。然后这是它的一个真丝的枕套，因为我自己很早就开始习惯用真丝的保护我的头发啊，所以你看我头发都还蛮好的，这个也有一些帮助吧。这个是奥伦纳素的礼盒，上次我用了之后我真的觉得好好用啊，这样一片加上这个，把它们拌在一起敷在脸上，还可以叠加一些精华水什么的，第二天效果就很好。然后这是它的一个眼膜，我们就可以晚上睡觉的时候敷一个眼膜再睡觉。 OK， 谢谢奥伦纳素送给我的礼盒，富尔佳居然也有礼盒耶，哇，这是一个像书本一样的，这样你就可以把它们的全系列用一遍，我们不知道敷什么的时候就敷它就可以，而且它是医用的，用起来会比较放心一些。谢谢富尔佳送给我的礼物，这是施丹兰的气泡弹，绿色的话是茉莉味的，这个是蔓越莓味的。这个呢，磨砂盐，夏天呀有一些没法搓澡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用磨砂盐，大概我一周后的话我们用一次。好的，谢谢施丹兰。哒哒，八只小的大的礼盒，哇，真的很重。Oh my god， 哇，太好看了，它里面是一个高光粉，我们平时就可以把它用在这里啊。看我这一打，我感觉我的鼻子的存在感就又高了一点。哦，这个好看，指尖星辰的腮红膏，哇，它居然腮红膏上都有做那个浮雕，这颜色也超级好看，杏色的奶酥色的他们的口红，哇，这颜色超嫩的，有没有？还有这种颜色，魔镜魔镜告诉我，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？是你。抽一套送给美丽的你，谢谢花知晓送给我的礼物，它是一个超级面膜，感觉是那种理工男的浪漫的感觉，哇，它里面也超级的好看。它是伊菲丹的焕肤面膜，这个我之前用过呀，舒缓的那个我觉得蛮好用的，它就是那种有点急救补水，非常的清凉，就夏天的时候很适合敷。这个是它的胶原水，它的使用顺序呢就是先洁面，然后再用这个超级面膜洗完，再去涂一个这样的水，一晚上的一个护肤流程非常简约的就做好啦。谢谢伊菲丹送给我的礼物。
这是科诗家的玫瑰金的光子面膜，它好薄一片啊，它这里有一些光柱，因为我自己平时也会挺注重光的，好喜欢，谢谢科诗家送给我的这个光子面膜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哇，它这个蛮酷的耶，哟，这个还蛮厉害的耶，这个是不用小弦了，赛博吉他。谢谢 Live Your Life 送我的吉他。我觉得这次520的礼物，他们品牌的设计师真的有为收到礼物的人在考虑。520大家要爱自己，也希望每个收到礼物的人都可以开心。Love you。